在5月20日，诺贤在他的个人 Instagram 发布了与子瑜在纽约街头的近况。在今天的早上，诺贤和子瑜与经纪人欧尼一起出现在纽约的街头。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，替宝们也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在纽约逛一下街咯。也有同时有在美国的 Once 刚好碰到子瑜和诺贤一起在纽约街头散步，真的是太羡慕这位 Once 了。